OK OK， 可以啊，不要有笑意啊，太棒了，刚刚那张。这个树旁边去拍的时候，是可以让人物在这个树的一侧，不要挡这个树干，走来回走啊，或者说弄个这个蕾丝布铺在地上啊，也可以坐着拍啊。然后后景的话，这个高级让人物这样，就比如说那个只留下面一个桶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在拍的时候，按照这种九宫格的方式，比如说有逆光的，有顺光的，有坐的，有站的啊，然后有一高一低的这种角度的都要有。我们在拍这种法式的话，当然还是标准就可以了。咱们在前期的话，这个反差可以降到两格，然后饱和可以减掉一档就可以了。像这个天气的话，它是顺光拍摄的啊，再一个它阴影高光处区分比较大，所以说我们干到7800吧。然后这个漂移的话，同样还是这个右上角 A5G5 这个方向就可以了。OK OK， 可以啊，不要有笑意啊，太棒了，刚刚那张。3 2 1